他是一个喜欢穿女装的傲娇男孩，他不仅长得可爱，穿上女装更是让男生看了都直流鼻血。他叫沙恩，从小就有着穿女装的爱好，但他的爱好也被同龄人所嘲笑，更是说他是个变态。面对嘲笑，小沙恩奋起反抗，但他一个人又怎么会是两人的对手？直到这个男孩出现，直接赶跑了欺负小沙恩的两人。男孩看了一眼坐在地上的沙恩，他蹲了下来，满是欣赏的夸赞说道：“你长得真好看。” 裙子也很合适。面对突然的夸赞，小沙恩有些不知所措，以为这个男孩是在嘲笑自己。可下一秒，这个男孩竟然对着沙恩说了一句：“你可以当我的新娘吗？”沙恩满脸疑惑的看着面前的男孩，他竟然以为自己是个女生，这让身为男生的沙恩气愤起来。男生就不能穿小裙子吗？沙恩拒绝的说道：“不要，我只嫁给会做小裙子的男生。”说完便转身离去。从那以后，沙恩便再也没有遇见过这个救了他的男生，他也将喜欢穿女装的特殊癖好给隐藏起来，一直到大学。 他才再次的穿上了女装。沙恩在大学里参加了话剧社。这天，话剧社表演的一出话剧需要沙恩饰演一个反串角色。为了不暴露自己的癖好，沙恩直接拒绝了社长的请求。但社长却说，沙恩长得这么可爱，穿裙子也是毫无违和感，这个角色几乎是为沙恩量身定制的。然而，不管社长再怎么劝说，沙恩依旧不为所动，更是直言让他在大庭广众下穿女装，还不如让他去裸奔。社长也没想到沙恩这么抵触，无奈之下只能去找编导商量对策。可社长刚走，沙恩在门口探出个脑袋，四处张望，在确认周围没。 人以后，他便将女装给穿了上去。另一边，社长下楼刚好遇到了服装部的人，于是便把沙恩的情况说了出来，然后请求他们帮忙劝说沙恩。服装部的社长罗伊直接答应下来，说着他们部门一会有个聚餐，完事以后就去找沙恩聊聊。站在罗伊身旁的夏佐说着自己有事就不过去了，然后便转身离去。夏佐急匆匆的来到楼上，他的东西掉在了服装室里。他来到门口后，却发现门被锁上了，于是便拿出钥匙将门打开。刚一开门，夏佐便看到了换上了女装的沙恩，他被沙恩那可爱的样貌给惊住了。夏佐看着女装的沙恩。 总觉得自己似乎是在哪里见过。 正在自恋的沙恩看到突然出现的夏佐，被吓得大惊失色。他慌忙地想要把门给关上，但却被夏佐伸脚给挡住。夏佐说着：“沙恩穿的裙子是他做的。”沙恩表示自己马上就脱下来，让夏佐放手，不要再推门。可夏佐却不愿意。就这样，两人僵持了五分钟后，沙恩扶着墙面喘着大气，询问夏佐到底要做什么。然而夏佐的回答却让他感到莫名其妙：“我只是想多看几眼。”夏佐表示他喜欢做洛丽塔，但却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来穿他做的衣服。说完又邀请沙恩去他家里看看。沙恩为了不暴露自己喜欢穿女装的， 癖好，慌忙的说着自己以为这是戏服，他就是试穿一下，谁会稀罕穿这种东西？听到沙恩的话，夏佐很是伤心，直接石化在了原地，眼角的泪水更是不要钱似的往外流淌。沙恩是第一个穿上他衣服的人，可没想到沙恩却说不稀罕穿。看到夏佐那泪汪汪的大眼睛，沙恩顿时心虚起来，浑身直冒冷汗，伸出双手直接捂住了夏佐的脸，说着自己可以穿他做的萝莉塔，但是不许把他穿女装的事告诉别人。见沙恩同意，夏佐开心的拿开他的双手，眼睛直勾勾的看着沙恩说道：“那你现在就去我家吧，这个。” 男孩从小就喜欢穿女装，为了不被别人嘲笑，便将这个爱好隐藏了下去。直到上大学后一次偶然的机会，他再次穿上了女装，可刚换上还没来得及臭美，便被这个帅哥手艺人给撞见。为了能让沙恩去他家里试试其他女装，夏佐便威胁沙恩。 如果不去的话，他就将沙恩的特殊癖好给说出去。无奈之下，沙恩只能跟他回家。夏佐的家离学校很近，两人没用多久便到达目的地。沙恩观察夏佐的家后，感叹着房子真大。夏佐说着学校的宿舍太小，没地方存放衣服。随后两人坐了下来。夏佐看着沙恩，突然感觉他好像变矮了，然后蹲了下来，看着沙恩的脚，问着沙恩是不是穿了内增高。说着又将沙恩的脚给拿了起来。沙恩受不了别人去摸自己的脚，下意识的一脚将夏佐给踹了出去。夏佐以为是自己弄疼了沙恩，紧忙说着对不起。同时沙恩也。 说了抱歉，他满脸通红的说着自己怕痒，看着沙恩害羞的样子，夏佐竟然看得流鼻血了。沙恩紧忙扶着夏佐躺了下来，为他止血，然后又说着穿内增高很正常啊，也就垫了五厘米而已。虽然自己在男生里不算很高，但是穿夏佐的洛丽塔绰绰有余。躺在沙发上的夏佐心里想了想沙恩的身高和脚码，直接起身。 说了声尺寸刚刚好，然后带着沙恩来到了自己的衣帽间，看到这满屋子的女装，沙恩直接兴奋起来，在屋子里到处乱窜，观赏着这些衣服。他拿起一件衣服，满心欢喜的想着这衣服的造型、配色。 质感还有这工艺，比外面的那些大牌衣服都要好太多了。沙恩双眼发光的说着：“夏佐，你真是个天才，这些衣服都好好看啊，我可以试穿一下吗？”看到沙恩如此喜欢自己制作的衣服，夏佐好像遇到了一个伯乐似的，疯狂点头。经过夏佐的同意后，沙恩换上洛丽塔，戴上假发，一个漂亮的无法形容的男孩子走了出来。真是人靠衣装，马靠鞍。夏佐双眼发亮的看着女装沙恩，他直接被沙恩给可爱到了。 试完衣服后，沙恩看到时间已经很晚，说着自己得回去了。说着便要将衣服给脱下来，不料背后的拉链却被卡住了。夏佐紧忙上前帮忙，怕痒的沙恩一把抓住夏佐的手：“我自己来就好。”蹲着的夏佐抬头看着回头的沙恩，这个角度刚好看到沙恩那雪白的后背，然后。 夏佐便又一次的流下了鼻血，沙恩见状，紧忙上前想要查看情况，可夏佐根本不敢正面去看沙恩，因为此时的沙恩真的是太美了，美的都已经让他忘记了沙恩是个男孩子了。他说着自己没事睡一觉就好了，可沙恩却放心不下，毕竟是他踢的夏佐。见此情形，夏佐直接说着让沙恩今晚别回去了，留下来陪他就好了。沙恩回头看了一眼墙上的表，已经十二点了，现在回去。 学校也已经门禁了，没办法，他就只能在夏佐家里借住一晚，然后对着夏佐说着：“真是打扰你了。”夏佐紧忙摆手说道：“不打扰，这里只有我一个人住，床也很大，没关系的。”于是，在夏佐的盛情邀请下，沙恩留了下来。在泡了一个舒服的热水澡后，沙恩满足的走了出来，看着空无一人的客厅，沙恩担心夏佐的鼻子，在他呼唤夏佐的名字没人回复后，他来到了一扇门前敲了敲门：“夏佐，你在这里吗？我进来了。”刚一打开门。 一个假手滚了出来，吓得沙恩差点摔倒。然后沙恩颤抖地看着房内，屋里非常杂乱，洛丽塔的残妆和玩偶堆的到处都是。就在这时，一道人影在沙恩的身后浮现：“你是不是走错房间了？”沙恩在夏佐的盛情邀请下，在夏佐家里借宿了一个晚上，无意中发现了夏佐家的一个房间里堆满了各种玩偶的残肢断臂。这个场景下的沙恩直接瘫坐到了地上。夏佐又突然出现在沙恩的身后，说着：“这里是杂物间。” 你的房间在另一边。沙恩此时还没有回过神来，根本就没听清楚夏佐的话，起身一溜烟的跑回房间。夏佐看着沙恩这奇怪的举动，在他门外敲了敲门，说着：“沙恩的头发还没吹干。”可此时的沙恩已经被吓得躲在了被窝里瑟瑟发抖，根本就不敢出去面对夏佐，生怕夏佐会对他做出一些残忍的事。夏佐在门外见沙恩没有说话，只能说了声早点休息，然后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。而沙恩还在被窝里后悔自己为什么要留下来，担心夏佐会不会是个变态萝莉控。就这样担惊受怕的过了一个晚上。第二天一大早。 沙恩便早早的起床，收拾好东西，准备逃走，但又觉得这样不辞而别有些不太好，于是他蹑手蹑脚的来到客厅，在桌子上留了张纸条。正当他要穿鞋子出门时，一道声音突然传来：“你要走了吗？”只见夏佐手里拿着洛丽塔服装，还有假发，说着还想让沙恩穿着这个衣服陪他去买布料。听到这个请求，沙恩被吓得直冒冷汗，连忙拒绝，说着自己还有事情，然后急匆匆的跑了出去。他也没想到夏佐喜欢洛丽塔，喜欢到了这种地步。他以为自己喜欢穿女装已经够奇怪了，而夏佐却比他还奇怪，竟然对人偶娃娃做那种事。 还在屋里的夏佐发现了沙恩留下的纸条，看完以后又感叹着沙恩不但人长得可爱，写的字也是那么可爱。然后又根据纸条上留下的联系方式给沙恩发送了好友请求。还没走多远的沙恩在收到夏佐的好友请求后，再次被吓得手忙脚乱，手指颤颤巍巍的，不知道要不要点下同意。这个男孩为了给自己的妹妹代课，直接男扮女装去上课。神奇的是，妹妹的同学们竟都没认出来他是假冒的，还聚在一起向他请教如何化妆。原本一切都在顺利的进行着，直到夏佐的出现，差点就将沙恩的身份暴露。 就在四天前，沙恩看着手机上夏佐的好友申请，犹犹豫,豫豫的一直没有做出决定。他想要带夏佐去看鼻子，但又怕夏佐是个萝莉控的变态，最终在他的考虑下，还是没有点击同意。夏佐在家里已经等了一天，可还是没有等到沙恩的同意申请，他只能自己安慰自己，沙恩肯定是在忙没看手机。到了周一就能在学校见到他了。然后又拿着沙恩昨天穿过的睡衣，陶醉的吮吸着衣服上那属于沙恩的气味。等到周一来到学校后，夏佐却没有找到沙恩，沙恩好像是在刻意躲着似的。夏佐连着三。 三天都没有找到沙恩，他的心情也是一天比一天差，一直到第四天，直接难过的蹲在墙角画圈圈，嘴里还碎碎念的说着：“沙恩为什么要躲着我？”这天下佐偶然路过一个教室，看到教室里面一群女孩子正在聊天。当他仔细看去，才发现这群女生中间坐着的正是穿着女装的沙恩，这也让夏佐疑惑起来：沙恩怎么会穿着女装来上课？难道他把自己的喜好给公开了？然后他也没想太多，好不容易找到了沙恩，他又怎么可能放过这个机会？径直的走进了教室，向沙恩打招呼：“沙恩。” 你今天穿的也很好看，周围的同学们顿时便热闹起来。这个帅哥是谁？沙恩又是谁啊？眼见情况不对，沙恩急忙解释，说这是自己的双胞胎哥哥。还没等沙恩解释清楚，夏佐这个钢铁直男又再次丢下了个炸弹：双胞胎身体的各个尺寸也都一样吗？听到这话，女同学们更是热闹起来。这个帅哥竟然知道沙利他哥身体的各个尺寸。眼见画风越来越跑偏，沙恩生气的拉着夏佐的衣服，小声的警告道：“好好说话。” 然后又拉着夏佐走了出去，在走廊上气愤地训斥着夏佐：“你明明知道我不想被别人知道我喜欢穿女装，你就不能装作不认识我吗？为了穿女装帮我妹妹代课，我准备了整整四天，你却在她朋友面前揭穿我，你这人真是！”就在沙恩准备大骂夏佐一顿时，夏佐竟然哭了起来，满是愧疚地说着：“对不起。”看着夏佐这副哭容，沙恩到嘴边的脏话也给咽了回去。夏佐说着：“他不是故意要揭穿沙恩的，他只是这几天一直都没见到沙恩，也没加上沙恩的好友，还以为沙恩不想再穿他做的洛丽塔了。” 而刚刚又见到沙恩穿上了女装，他特别激动，所以才忍不住的叫出了沙恩的名字。看着夏佐这副楚楚可怜的样子，沙恩气也全消了，对着夏佐说着自己态度有点冲，别往心里去。见沙恩不再生气，夏佐直接当面要加好友。沙恩刚想同意，却又想起了夏佐家里的那个房间，他停下手中的动作，紧张的问着沙恩：“你家为什么有那么多破碎的人偶娃娃？而且上面还沾上了红色液体？”夏佐有些不好意思的解释道：“那个是颜料。” 在画室的时候粘到的，搬出来住也没收拾，就全都放到杂物室里了。那你为什么要把人偶搞成那个样子？ 夏佐愣了一下，有些难受的低下了头。不是我弄坏的。听到这个回答，沙恩也是愣住了。想想也是，夏佐这个看着就不像是坏人的样子，又怎么可能会去做那种事情？毕竟他那么喜欢萝莉塔，他肯定是和自己小时候一样，受到了别人的歧视。说起来自己也挺差劲的，看到那些人偶还怀疑夏佐是个变态。想到这里，沙恩心虚的对夏佐说了声对不起。之前说过要负责医药费，结果却又割了夏佐。那作为补偿，你今晚可不可以来我家补偿我？ 沙恩和夏佐的误会刚刚解开，却又陷入了另一个危机。就在两人讲话时，话剧社社长福利刚好路过，并认出了夏佐，同时也看出了这个男扮女装的正是沙恩。之前沙恩还说自己不穿女装，说着就拿起手机记录下沙恩穿女装的样子。这下他总该没办法拒绝了呀！穿上女装明明这么可爱，还不肯演反串。福利见到沙恩和夏佐关系这么好，当即就决定让夏佐出演男主，毕竟夏佐的颜值也是很有看点。 说干就干，福利上前向着两人打招呼。沙恩直接选择无视他。此时他还不知道福利已经认出了他是沙恩。刚要离去，福利喊出了他的名字，两人直接僵在原地。福利来到沙恩面前，夸赞着他穿裙子好看，又说着话剧社的裙子也很漂亮，让他再考虑一下出演反串女主。沙恩故作镇定的说着：“福利认错人了，她是沙恩的妹妹沙莉，和沙恩是双胞胎。”福利满脸怀疑的说着：“双胞胎呀、啊？” 那这样的话，我把这照片传给话剧社的人看也没关系吧？说完，就将刚刚拍到的证据让沙恩看了一眼。还没等他炫耀，夏佐一把将手机夺了过去，干净利索地将照片删除，并说着：“福利侵犯了他们的隐私和肖像权。”听到夏佐的话，福利表现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，说着：“只要夏佐和沙恩同意出演男女主，他保证不会将沙恩穿女装的事说出去，夏佐和沙恩的特殊关系也会保密。”很明显，福利想歪了沙恩和夏佐的关系。 沙恩拿出自己妹妹的照片让福利看，说着沙恩确实是他的双胞胎哥哥，没办法帮他出演女主。见到照片，福利还是不肯相信沙恩的话，一边摇头一边说着照片是 P 的。那你就把我和我哥的照片传出去吧，没关系的。听到这话，福利直接愣住。沙恩再次靠近，说道：“你要是在到处说和破坏我哥的名声，我绝对不会饶了你的。”这下福利彻底被沙恩的演技给骗了过去。 在冷静下来后，他看着两人，所以你们交往的是沙恩，知道吗？夏佐两人面面相觑的，不知道弗利在说什么。弗利直接八卦的说着，他们上课前抱在一起，下课后还讨论着要去夏佐家里。 这不是情侣是什么？夏佐有些尴尬的准备澄清，沙恩却出言打断了他，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着：“我哥他当然知道，我也是最近才和夏佐交往的。”沙恩并没有解释太多，万一露馅就不好了。他对弗利说着还有事要忙，然后便拉着夏佐的手离开现场，来到了一处隐秘的小树林里。沙恩满脸通红的对着夏佐说道。 你可以做我男朋友吗？这个男孩有着穿女装的特殊癖好，而且还穿着女装跟一个男生表白了。就在刚刚，沙恩满脸羞红的对夏佐表白了。夏佐被这突如其来的表白搞得有些不知所措，还没等他做出决定，沙恩又说着只是假扮情侣。夏佐愣了一下。 不知为何听到只是假扮情侣，他的心里竟然有一丝失望闪过。沙恩再次解释着，原来他跟妹妹沙莉商量好了，以后他穿女装，沙莉就穿男装，这样两人就都不会暴露。而沙恩也经常出入夏佐家里，碰到熟人就说两人是情侣也解释得通。夏佐表示可以假扮情侣，同时又疑惑着沙恩为什么愿意穿女装外出，心里又想着要是只穿给自己看也是极好的。沙恩说着夏佐的洛丽塔裙那么漂亮，他当然想要穿出去啊。沙恩的话直接击中了夏佐的心，他没想到沙恩竟然这么喜欢他做的衣服。随后为了让假扮情侣更加， 真实一些，沙恩直接带着妹妹莎莉来到夏佐家里，让两人也互相熟悉一下，防止露馅。夏佐呆呆的看着兄妹两人，不愧是双胞胎。 长得确实很像。在吃饭过程中，莎莉对夏佐讲了许多他的爱好习惯，夏佐也说了自己的日常习惯。在相互了解完后，莎莉识趣的吃完就溜，不在这里打扰他哥和夏佐的二人世界。临走时，莎莉说着周末有个同学聚会，需要夏佐出现一下，在他同学面前露个面也方便以后交流。饭后两人正在收拾着碗筷，沙恩碎碎念的说着聚会上要是玩大了，让夏佐找个理由直接开溜，然后又愧疚的说着都是他不好，没事玩什么假扮情侣，这样夏佐也不会有那么多事了。夏佐也看出了沙恩的不开心，为了缓解情绪，靠。 竟沙恩说道：“要不你陪我去吧？”沙恩顿时恍然大悟：“对啊，只要自己也跟着过去，有他在就不怕妹妹玩的太过火了。而且聚会上还有很多女生，和女生聊天还是挺开心的。”正在他期待着聚会时，一旁的夏佐突然说了句：“今晚你就别走了吧，我们刚认识不久。” 今天才加上好友，既然要假扮情侣，那就要更加深入的了解一下对方。沙恩有些神经大条的说着，那些都不重要，假扮情侣也只是为了他方便穿女装，只要不穿帮，其他的无所谓就行。听到这话，夏佐顿时心如死水，原来只有穿女装才是最重要的。在沙恩眼里，洛丽塔竟然比他还重要。夏佐直接自闭起来，看到夏佐这个样子，沙恩连忙转移话题，说着要帮夏佐一起收拾屋子，夏佐却还是自闭的说着，你还是早点回去吧。 我不想勉强你，沙恩说着没有勉强。这里环境比宿舍要好太多了，在这里做家务可比回宿舍强。像你这么温柔帅气的男生，当你的女朋友肯定很幸福。夏佐被沙恩夸得害羞起来，他捂着脸说道：“那你今晚是不是不走了？”沙恩紧忙回答：“不走了。” 那个破宿舍回去干嘛？刚说完他就反悔了，自己怎么又留下来了？到了晚上，沙恩的舍友看了看时间，已经很晚了，也没见沙恩回来，于是就给沙恩打了个电话。另一边，夏佐看到电话响了，他刚想拿给沙恩，却发现沙恩竟然站着睡着了，然后就带沙恩休息去了。第二天清晨，沙恩还在睡梦当中。 手机闹钟突然响起，在关掉闹钟后，翻了个身，准备再次睡去，却发现旁边竟然躺了个人。夏佐竟然抱着他睡得正香吗？沙恩瞬间清醒，睡意全无，猛地坐了起来，满脸羞红的说着：“夏佐，你怎么在我床上？”夏佐睡意朦胧的睁开眼睛，说着：“昨天晚上是沙恩抱着他不肯松手，所以我才留了下来。”沙恩感到丢人，捂着脸不敢去看夏佐。 感觉到夏佐坐了起来，他急忙的跳下床逃了出去。我去洗漱，你别跟过来。夏佐对沙恩的了解究竟有多深？穿女装的沙恩和双胞胎妹妹沙莉站在一起，他也能立马认出沙恩。在沙恩起床洗漱后，夏佐拿着手机跟了过来，然后向沙恩要了一份他的课程表。在看过课表后，沙恩才发现自己未来两天的课程很多，可能没时间来找夏佐。但是周五晚上他可能会去社团活动室。转眼间到了周五晚上，夏佐来到活动室，却发现沙恩并没有来这。这时，服装部部长罗伊刚好路过，他告诉夏佐，明晚服装部要和演艺部。 进行联谊，想让夏佐也一起过去，可夏佐却想到莎莉说的聚会就在明晚，于是就拒绝了罗伊的邀请。话刚说完，夏佐的手机响了起来，接通后，手机里传来了沙恩的声音。此时的沙恩正和他妹妹等人待在一起，原本说好的聚会被他们改到了今晚。沙恩询问夏佐现在是否有空过来了解情况后，夏佐便赶了过去。夏佐笔直的坐在莎莉身旁，向众人打了声招呼后便不再说话，这也让莎莉的同学感到有些尴尬，不由得感到夏佐似乎有些高冷。这时，一个女生突然问到夏佐，莎莉和沙恩长得这么像，夏佐会不会？” 经常认错人，然而夏佐自信的说着不会，这让女孩更加好奇了。毕竟沙恩要是穿上女装，就连他们这些和沙莉朝夕相处的同学也分辨不出两人的差别。夏佐看了一眼沙恩，满是笑容的说着，就是凭感觉而已。沙恩更加可爱。 所以很好认出来。夏佐的话让女孩们满是疑惑，夏佐不会是认错人了吧？怎么感觉沙恩才是他的女朋友？同时，因为夏佐的话，沙恩和沙莉的表情也是两极分化。聚会结束后，沙莉便直接回了宿舍。夏佐突然说着要拜托沙恩一件事，正当沙恩疑惑时，一件睡裙直接套在了他的身上。沙恩有些不知所措，只感觉这件睡裙有些太短了，连腿都盖不住。夏佐却表示沙恩的腿很好看，要是遮住了就太可惜了。要是沙恩喜欢的话，就直接送给他。沙恩却是不好意思再收夏佐的东西了，毕竟他已经。 在夏佐家里，又是蹭穿又是蹭住的。见沙恩不肯收下衣服，夏佐说着：“这些衣服也只有沙恩能穿，要是他不肯收的话，那就只能放在这了。”听到这。 沙恩疑惑地问着夏佐：“如果当初不是他误穿了夏佐做的裙子，那这些衣服是不是就要一直藏在这里？”夏佐挠了挠头，说着：“可能是吧。他从小就喜欢收集可爱的东西，但他们毕竟只是物品，不能和他交流。可就在他十岁那年，遇到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女生，她穿着非常可爱的洛丽塔裙子，还说她只嫁给会做小裙子的男生。也就是从那之后，夏佐就开始学做洛丽塔。因为时间过得太久，夏佐已经忘了那个小女孩的样子。”沙恩的小心脏扑通扑通的乱跳。夏佐说的那个女生，该不会就是自己吧？沙恩偷瞄了夏佐一眼：“那你之……” 后就没有再去找过她吗？夏佐不好意思的说着，他的第一件裙子花了一个月才做好，等他做好以后就已经找不到那个女孩了。沙恩不知为何突然急了起来，裙子没做好也可以找她呀。夏佐却觉得自己做的裙子不够可爱，根本配不上那个女孩，他也不想让女孩难堪。看着夏佐这个样子。 沙恩不由得想着自己当初随口的一句话，夏佐竟然会一直记得。如果当时夏佐拿着裙子去找他，他说不定真的会嫁给你啊！这个长相可爱的男孩有个小秘密，他喜欢穿女装，但这个秘密却被一个孤僻高冷的同学夏佐发现了。更让沙恩没想到的是，夏佐竟是制作洛丽塔服饰的一把好手。夏佐为了能让沙恩穿上他制作的洛丽塔，更是想尽办法。就在刚刚。 夏佐给沙恩讲述了他的初恋，沙恩在听完之后震惊的发现自己就是夏佐口中所描述的那个小女盖，但他却不知道要怎么告诉夏佐，只能旁敲侧击的来提示他。早上醒来，沙恩为夏佐做了一顿早饭，借着两人吃饭的机会，沙恩提起了前不久夏佐要跟他一起去买布料的事，两人说好吃完饭就一起出去购买布料。夏佐也是开心的为沙恩挑选了一套裙子，穿着女装的沙恩在夏佐的陪伴下走在繁华的商城里，来往的行人纷纷将目光投注在沙恩的身上，感受着这些投来的目光，沙恩有些尴尬的不敢抬头。 心里更是好奇，为什么这么多人看着自己？毕竟这是他第一次光明正大的穿着女装出门逛街。正当两人闲逛时，一对情侣走了上来。女生看着沙恩，夸赞着她的裙子好看，而男生则是询问她裙子是在哪里买的。沙恩看了他们一眼，然后挽着夏佐的胳膊，展露出幸福的笑容：“我男朋友做的，全球限量一款。”听到这儿，对面的女生不高兴的看着自己对象：“你看看人家男朋友亲手做的呀，再看看你，就只会花钱买。” 一点心意都没有。一旁的沙恩小声的在夏佐耳边说道：“你要是想卖的话，或许我可以帮你卖个好价钱。”夏佐满是情意的看着沙恩：“我做的每件洛丽塔都是很重要的作品，我是不会卖的。你能穿出来我就很满足了。”小插曲过后，沙恩牵着夏佐的手在商城上逛着，来到一处展柜面前，里面放着童装版的洛丽塔。沙恩兴奋的看着这些娃娃，似乎是意有所指的说道：“夏佐。” 你看这些像不像你小时候遇到的那个小女孩？夏佐看着这些小娃娃，她留着像男孩子一样的短发，但是很可爱。沙恩再次说道：“那你就没想过她是个男孩子呢？” 可他说要嫁给男生啊，不过也确实有这个可能。看着面前认真思考的夏佐，沙恩突然意识到一件事：夏佐的初恋是一个女孩，而他却在试图把这个在夏佐心里的女孩给掰成男孩子。他竟然想将夏佐给掰弯。想到这里，沙恩的心情越来越复杂。他轻轻的转身离去，独自一人来到一个小角落，看着不远处的一对母女。如果夏佐将来有了女儿，她穿的裙子肯定也很漂亮吧？当一个正常取向的男生多好啊，可以大大方方的秀恩爱，好好的直男自己干嘛总想着掰弯他呢？这、那个穿着洛丽塔服装的人叫沙恩，虽然他看起来。 很可爱，但他却是个男孩子，而他身上的这件洛丽塔服装。 正是沙恩旁边的这人做出来的。夏佐意外发现沙恩喜欢穿女装，而他刚好也喜欢做女装，两人阴差阳错的结识在了一起。在得知自己就是夏佐曾经喜欢的女孩子后，沙恩便旁敲侧击的提示着夏佐，他曾经喜欢的那个小女孩其实是个男生。但最后他才意识过来，他所认为的提醒其实是想要掰弯夏佐。醒悟过来的他独自一人坐在角落默默的哭泣。与此同时，服装部部长罗伊刚刚,刚也在附近闲逛，而他刚好看到了正在擦眼泪的女装沙恩。罗伊一眼便认出来她就是沙恩。此时的沙恩还在不停的哭着，手里的纸。 纸巾都已经用完了，眼泪却还是止不住的往外流。他抬起头想要止住眼泪，但却看到了为他递纸的罗伊。小沙恩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一个人在这哭呢？沙恩故作镇定的拉住为他擦泪的手，说着自己不是沙恩，而是沙莉。罗伊看着沙恩的样子，好奇的问着：什么电影竟然能让他哭成这个样子？ 沙恩礼貌性的笑着说道：“忠犬八公的故事。”说着便将剧情讲述了一番。可讲着讲着，他的眼泪再次不争气的流了出来。罗伊伸手为他擦拭眼泪。他已经猜出了面前的人就是沙恩。可就在他刚要叫出沙恩名字时，夏佐气喘吁吁的跑了过来，拉起沙恩，对着罗伊说着：“两人正在约会。”面对突然出现的夏佐，罗伊也吓了一跳。他看着面前手拉手的两人，似乎明白了什么，站起身来说道：“那我就不在这当电灯泡了。”说完就转身离去了。沙恩看着夏佐，似乎心情不好，以为是他和罗伊在闹别扭，但没想到夏佐是在气他的突然。 离开，他解释说自己就是去上了个厕所，夏佐却说着厕所都被他找遍了，甚至连女厕所他都找过了，这可让沙恩那愧疚的心更加难受。他低下头，小声的说着对不起。夏佐此时也发现沙恩那眼角流过泪的印记，他问着是不是罗伊刚刚对沙恩做了什么。沙恩转过头去，说着没事，跟罗伊没关系。夏佐看着面前的沙恩，他仔细思考过后，认真的对沙恩说道：以后不要穿洛丽塔出门了，我讨厌别人用那种眼光看你。尽管他们说裙子好看，但我却不知道他们到底怀的是什么心思。 或许是想偷呢。沙恩安慰着夏佐，说着一般人是不会做这种事的。而且我这么大个人，你在担心什么呀？夏佐认真的回答道：“裙子坏了可以重做，你要是不在了。” 不在了。说着说着，夏佐就哭了起来，而且越哭越凶，直接抱着沙恩哭，这可把沙恩给整不会了。他小心翼翼的伸手抱着夏佐，心里想着抱一下应该没关系吧。喜欢穿女装的沙恩和热爱做女装的夏佐表白了。就在刚刚，沙恩坦白了夏佐在小时候遇到的那个女生就是他，并且大胆的说着他就是喜欢男生，然后满脸羞红的问着夏佐是否介意。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表白，夏佐愣了一下，然后面带笑容的给沙恩发了一张好人卡。沙恩。 不管你喜欢女生还是男生，我永远都是你的好朋友。被发好人卡的沙恩很不满意这个结果，于是他便从梦中惊醒过来，眼角还夹杂着泪水，似乎是刚才梦中夏佐的回答伤到了他的心。第二天下课后，罗伊突然来找沙恩，将他设计的女装设计稿交给沙恩，而这套衣服也是这次舞台剧的女主服装。在看过设计稿之后，沙恩也很是喜欢，但他却不能暴露自己的女装癖好，将手稿还给罗伊，并再次拒绝了他的邀请。看着沙恩这坚决的态度，罗伊也很是为难，因为这套衣服他们已经做好了，如果现在要改成男装的话，会很。 很麻烦，他转身离去，但却故意的大声说着：“看来今天服装部的同学要熬夜改衣服了。”不得不说，罗伊很聪明，他知道沙恩的性格，如果因为他而害的其他同学要加班，沙恩一定会心软的同意穿上女装出演女主。果然。 就在服装部正在商讨怎么修改衣服时，沙恩偷偷的来到了这里，看着他们。服装部的成员看着这么漂亮的裙子即将被改，他们也都是很不忍心，想着哪怕留到下次再用也行。但罗伊表示，这件裙子就是为了演员和角色设计的，现在这个演员不出演这个角色了，那这件衣服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说完，就拿起剪刀开始修改衣服。这一切都被门外的沙恩看在眼中，看到这么漂亮的裙子被裁剪，他的心里非常愧疚。他重重的推开房门，看着众人手中的衣服，说道：“裙子。” 还有救吗？罗伊拿起被修改的裙子，说着：“现在要改回去也不难。”这时，夏佐突然意识到了什么。就在沙恩想要答应穿裙子时，他一把挡在了沙恩面前，将修改衣服的工作全都揽到了自己身上。他知道沙恩不想暴露自己的女装癖好，所以就用他的身躯来维护沙恩心底的秘密。罗伊说着：“女装改成男装的过程很复杂，而距离演出也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。夏佐一个人做的话会很累。”他再次拿着手稿询问着沙恩：“是要等夏佐新做的男装，还是穿现成的这套裙子？”沙恩看着桌上的裙子，陷入了艰难的选择。他当然是想。 穿夏佐做的衣服，毕竟是他喜欢的人做的，但他又不想让服装部辛苦做出来的裙子就这么给糟蹋了。就在沙恩犹豫不决时，夏佐急忙说着：“穿我的，穿我的，放心，我做衣服很快的。”选择困难的沙恩直接摆烂了，小孩子才做选择。 作为成年人的沙恩当然是全都要，他一把抱住桌上的裙子，转身就往门外跑去。临走时还说着自己不穿女装。这个高冷的帅哥因为一件衣服，已经整整一周没有睡过觉了。经过不停歇的疯狂工作，此时的夏佐时常会神情恍惚，就连与他非常在意的沙恩相遇，都以为是出现的幻觉。而他如此拼命的修改衣服，只因为在一周前，他当众将修改裙子变成男装的工作全都揽到了自己身上。夏佐这么做的原因，只是不想让沙恩当众暴露他喜欢穿女装的癖好。而沙恩这边。 在他选择穿男装之后，夏佐就再也没有联系过他。回想起那晚罗伊说的话，夏佐要是一个人去修改衣服的话，工作量会非常大，身体也会承受不住。沙恩此刻也非常担心夏佐的身体，于是他便主动来到夏佐家里看望夏佐。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，夏佐在打开门后，目光呆滞的看了沙恩一眼，自言自语的说了一声“又出现幻觉了”，然后就把门关上，留下沙恩在原地发呆。看到夏佐这个样子，沙恩也彻底明白了罗伊所说的工作量究竟有多大。他生气的再次敲门，呼喊着夏佐。夏佐也意识到这次不是幻觉，开门将沙恩带了进来。沙恩在进门后，看着桌子上的泡面桶、沙发上的废布料，还有夏佐那遍地狼藉的工作室，愧疚的心情顿时涌上心头。他心疼夏佐为了保护他的特殊癖好，如此劳累的工作，连顿像样的饭都没法吃，只能吃。 吃着节约时间的泡面，夏佐更是说着这是他第一次做男装，不想让沙恩丢脸，这让沙恩本就难受的心更加愧疚。他一把拉着夏佐，严厉的呵斥着让夏佐睡觉。可夏佐就算在沙恩硬推之下，还想要去把衣服做完。要是做不完，他就睡不着。听到这话的沙恩直接暴怒起来，一把拽住夏佐的衣领，愤怒的说道：“谁让你这样糟蹋自己的身体了？我就算是穿比基尼表演，也不愿意穿你这样把自己身体累垮所做出来的衣服。”夏佐没有在意沙恩愤怒的话语，他的关注点竟然放到了沙恩穿比基尼上。想到那个画面。 夏佐又又又一次的流鼻血了，然后直接昏倒在沙恩的怀里。沙恩被吓得紧忙将他扶到床上休息，然后拿出一张去除黑眼圈的面膜给夏佐敷了上去。他也满是关心的趴在夏佐床边，看着为他操劳累倒的夏佐，眼泪不自觉的流了出来。沙恩心疼了，真是日防夜防，妹妹难防。沙恩为了能够光明正大的穿女装不被人发现，便和他的双胞胎妹妹沙莉商量好。 沙恩穿女装时，莎莉就穿男装。而为了能让莎莉配合自己，沙恩答应妹妹义务的帮她代课。可纸终究还是包不住火，因为莎莉的疏忽，沙恩的秘密暴露了。今天轮到沙恩穿女装了，而他此时正在夏佐家里。为了防止夏佐熬夜工作，饭都不好好吃，沙恩便将所有杂事都包揽过来，夏佐只需要专心做衣服就行。沙恩贴心的询问夏佐午饭想吃什么，夏佐看着面前这贤妻良母般的女装沙恩，面露羞红的说着什么都行，他不挑食。见夏佐这么好伺候，沙恩在想好要做什么后，转身便要去购买材料，而夏佐。 也想跟着同去，却被沙恩一把按到了椅子上。衣服做完了吗？你就要跟着。在安顿好夏佐后，沙恩便出门了。在去超市的路上，沙恩碰巧的偶遇罗伊。打完招呼后，罗伊询问沙恩要去哪里。沙恩说着自己要去买菜做饭，罗伊便准备要去蹭饭。沙恩直接冷淡的拒绝，然后就挥手告别罗伊。在买完菜回到家后，沙恩便开始做饭。这时他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，看了一眼信息后，沙恩直接愣住了，原来是他的妹妹发来的消息，就在刚刚。 沙恩告别罗伊没多久后，罗伊又凑巧的遇到了沙莉，而沙莉却忘了今天轮到沙恩穿女装，就这样被罗伊给抓了个正着。沙恩想着让妹妹找个借口蒙混过去，但却已经晚了，并且还答应了要带罗伊去夏佐家里，这可让沙恩原地爆炸。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夏佐满脸疑惑的看着抓狂的沙恩，穿女装的事情因为妹妹的疏忽彻,彻底暴露，沙恩的心情极度的差劲，菜都给炒糊了。餐桌上，沙莉颤,颤颤巍巍的向着沙恩道歉，而一旁的罗伊微笑着说着：“原来你们两个没在交往啊。”听到这话，沙恩直接社死。 享年十九岁。此时餐桌上的气氛也是无比尴尬。莎莉眼见形势不对，直接溜之大吉。夏佐则是非常淡定的维护起沙恩，说这是他让沙恩穿女装的。沙恩太容易心软，不想以自己的名义去穿女装。罗伊大脑飞速旋转，也就是说，只要以妹妹的名义穿女装，那沙恩就可以出演女主了吧？沙恩态度非常坚决的再次拒绝了罗伊。夏佐已经把王子装做好了，我是不会演女角的，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。本以为罗伊这次会就此罢休，却没想到他接下来的一句话，直接让沙恩气得直拍桌子。不演女角也可以，但。 但是你得穿上我做的那条裙子跟我约会。沙恩喜欢穿女装的事情意外被罗伊发现，但罗伊却没有以此来要挟沙恩出演女角，而是要让沙恩穿上他做的女装跟他约会。这种要求沙恩怎么可能答应？气愤的拍着桌子喊道：“开什么玩笑？你在威胁我吗？”罗伊意味深长的说着：“沙恩穿夏佐做的裙子就行，为什么穿他做的就不行了？难道说夏佐对你来说是特别的？”这个问题直接将沙恩给问住了。正当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罗伊的问题时，夏佐站了出来说道：“没错。” 我手里有沙恩的把柄，所以他只能穿我做的衣服。沙恩看着又一次为自己打掩护的夏佐，深深的叹了口气，坐了下来。 事到如今，他已经不想再隐瞒下去了。每天都要用谎言来遮掩自己的癖好，让他已经非常心累。他也不想夏佐再为了掩护自己而去编造各种谎言了。于是他便向罗伊坦白了一切：他就是喜欢穿女装，也喜欢穿夏佐做的裙子，用莎莉的身份和夏佐假扮情侣，也只是为了方便隐藏自己。现在我不想穿女装了，你就放过我吧，罗伊学长。听到这话，罗伊也是被震惊到了。沙恩又再次向着夏佐道歉，说着都是他的自作主张，搞得夏佐要陪着他一起撒谎。然而夏佐却不这么认为，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你情我愿的，沙恩。 喜欢穿他做的洛丽塔，他就已经很开心了。抱歉，那你可能要重新找个模特了。这个话直接重重的撞在了夏佐的心上。模特，只是模特吗？ 此时的沙恩也是在心里默默的反省着，是时候该冷静一下了，不能总是这么恋爱脑。正当他反省时，突然感受到自己的手背上似乎有水落了上去，他抬头一看，夏佐竟然哭了起来，吓得他急忙捂住夏佐的眼睛，小声的问着夏佐：“你干嘛呀？”一旁的罗伊看着突然抱住的两人，还有正在哭泣的夏佐，满是疑惑的想着：“这还是那个高冷的夏佐吗？”他尴尬的问着沙恩：“夏佐。” 是在哭吗？沙恩有些慌张的说着。夏佐是眼睛不舒服，然后又拉起夏佐，说着带他去洗下眼睛。来到洗漱台前，沙恩伸手擦去夏佐眼角的泪水。你说你一个大男生，怎么动不动就哭啊？夏佐一把拉住沙恩的手，非常认真的说着：如果沙恩讨厌。 那我以后就不哭了。沙恩满脸无语，这眼泪还能控制的吗？夏佐突然神情高冷起来，把情绪收起来就行了。然后又贴近沙恩质问着：“你刚刚让我重新找模特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你不想穿我做的洛丽塔吗？”面对突然靠得这么近的夏佐，沙恩顿时害羞起来。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夏佐，但却又在心里想着，他不单单只是想穿女装。他紧握拳头说道：“我一个男生整天往你这里跑，又是穿女装又是留宿，别人会误会的。”说完又磨着手指，心里想着，要是他和夏佐是那种关系的话，就算是被误会，他也能心安理得的。 来找夏佐呀！一个长得可爱呆萌却拥有女装癖好，一个高冷帅气却喜欢制作女装。沙恩和夏佐在偶然间相遇，彼此结下了深厚的感情，而如今却要分道扬镳。原来就在刚刚，沙恩向罗伊坦白自己的女装癖好后，便说着不想再穿女装，让夏佐另外再寻找模特。然而他的一番话却惹得夏佐泪奔当场。随后，当沙恩正在洗手间帮夏佐清洗眼睛时，罗伊在门外突然问着夏佐有没有事。这突然冒出的声音，直接把正在胡思乱想的沙恩给吓得灵魂出窍。从洗手间出来后，沙恩随便找了个理由跑。 搪塞了过去，罗伊又询问夏佐衣服修改的进度，想要一起帮忙制作。可此时的夏佐正是伤心难过的时候，如果不是因为罗伊发现了沙恩的秘密，沙恩也不会选择不穿女装，更不会提出让他换个模特。夏佐满是怨念的盯着罗伊，冷冷的说道：“不需要。”罗伊也意识到了自己似乎无意中惹怒了夏佐，于是他便说着：“既然不用帮忙，那就不在这里打扰沙恩和夏佐的二人世界了。”沙恩听到二人世界，身体直接僵住，转头反驳的说着：“他只是来监督夏佐做衣服的。”但罗伊又怎会相信沙恩的鬼话？他算是看明白了面前的这两个人。 一个只在乎自己在意的人，对他人的看法置若罔闻；一个又太在意他人的看法。 为了维护自尊而口是心非，他们两个但凡有一个人像罗伊一样没心没肺，就不会有这么多烦恼了。随后罗伊便离开了夏佐家里，临走时还保证不会将沙恩的事情说出去。现在家里就剩下沙恩和夏佐两人四目相对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场面极其尴尬。夏佐率先打破僵局，走进沙恩询问他是不是也要离开。沙恩有些紧张的抓了抓衣服，你要是还哭的话，我就留下来。正当夏佐以为是自己听错时，沙恩却又笑嘻嘻的说着是在开玩笑，然后又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，并表示夏佐如果还需要洛丽塔模特的话，还可以借。 继续找他，但最近这段时间不行，因为演出就快开始了，他还要进行排练。说完的同时，沙恩的东西也整理好了，但夏佐却很是失望。难道除了这个沙恩就没有别的要跟他说了吗？来到门口，沙恩叮嘱夏佐要好好吃饭，桌子上的菜烧糊了就不要再吃了。夏佐看着桌子上沙恩制作的饭菜，有些不舍得，说着倒掉太浪费了。也不知道他是真的舍不得这些饭菜呢，还是舍不得那个制作饭菜的人。正当夏佐在赌饭撕沙恩时，沙恩竟直接暴躁起来：“别吃，别吃，别吃！我说了别吃。” 啪的一声，房门被沙恩重重的关上，夏佐也被突然暴走的沙恩给吓了一跳。沙恩转头，有些无奈的说道：“真拿你没办法，我洗完碗后再走好了。”另一边，从夏佐家里离开的罗伊，看着手机上女朋友发来的信息，满是头疼的想着，同样都是谈恋爱，沙恩和夏佐怎么就那么有趣，而他的就这么没意思。然后他便伸手将这个女朋友的好友给删除了，抬头四十五度角的仰望天空的想着，要不我也去交个男朋友算了。 沙恩从夏佐家离开后，便回到了学校宿舍。当他看到宿舍里这满地狼藉后，不由感叹到：“男生宿舍都这么邋遢的吗？”再看到他自己位置上堆放的各种杂物，沙恩只能动手收拾起来。这时，他却又不自觉地怀念起了在夏佐家的日子。毕竟，跟着满地狼藉的宿舍比起来，夏佐家算得上是天堂了。而此时的夏佐正在家里全神贯注的制作衣服，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，完全没听到门铃一直在响。直到房门被打开，一个男生叫了他一声，他才注意到有人来了。而来人正是夏佐的哥哥夏沉。他过来是想找夏佐尝尝他新开发出。 来的平价红酒，而这些红酒也是专门面向大学生消费者的。夏佐看了一眼桌子上的红酒，好奇的说道：“你自己不也是大学生吗？”夏晨则表示他的参考性不大，还是得要别人来品尝评价。夏佐再次问道：“哥、啊。” 这房子的钥匙是爸给你的吗？夏晨满脸淡定的说道：“我跟他买的，他本来想在市区买块地建造别墅，打算把我们的两套房子卖出去，而我刚好跟朋友合作的酒吧挣了点钱，然后就买下了这个房子。”夏佐很是疑惑，他的爸爸为什么要建别墅？夏晨再次解释道：“他们的父亲是想在将来他们兄弟两个成家后，还能跟父母住在一起。”夏佐直接拒绝的说着：“不要。”夏晨看到夏佐这心不在焉的样子，他询问夏佐是不是有喜欢的人了、啊。夏佐被这突如其来的询问给搞得有些发懵。夏晨再次说道：“对方是男孩子。” 这下可说到夏佐心坎里去了，他转移视线，不敢去看夏晨，你怎么知道的？第一次看你做男装，猜的。夏佐拿着酒杯，闷闷不乐地说着：“哥，我果然很变态吧？” 说完，便将杯中酒一饮而尽。看着夏佐这副模样，夏沉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。夏佐在喝完酒后，借着酒精的劲头，将他憋在肚子里的话全都说了出来。我一看到他就想对他做奇怪的事，想把他放在只有我能看到的地方，想给他穿上那样的衣服。他要是知道我的心思，肯定会被我吓跑的吧？夏佐的这番话听得夏晨直冒冷汗。那就不要让他知道不就行了？可是我想让他知道。 但却又不敢，我要忍耐，可我不想一直忍下去。夏晨有些无语的说道：“那就别和他来往吧。”没成想这句话直接把夏佐给说激恼了。夏佐怒目圆睁的大喊道：“哥，你是来拆散我们的吧？我们还没在一起，你就想拆散我们？”说完，竟趴在桌上哭了起来。夏晨此时也是后悔不该让夏佐喝酒。当你有一个长相可爱、勤劳能干的室友，你会不会喜欢上他？当沙恩正在辛勤的收拾宿舍卫生时，一道人影突然出现在他身后。沙恩。 你终于回来了！这个身穿篮球服的少年，正是沙恩的舍友之一大宇。见到突然归来的沙恩，大宇喜出望外地捏了捏沙恩那可爱的脸颊。你这几天去哪了？ 好久都没看到你了，沙恩则是满脸嫌弃的说着：“大宇，你这刚打完球，身上也太臭了吧，快去洗澡。”无奈的大宇只能脱掉衣服准备洗澡。细心的沙恩发现大宇肩膀上有一道伤痕，再看他的背后，甚至都出现了淤青。大宇却说这是打球的时候摔了一下，没感觉到疼就没太在意。沙恩看着大宇这满是淤青的后背，竟莫名的有些羡慕大宇这不怕疼的体质。他轻轻按了按淤青位置：“你先去洗澡吧。” 待会我帮你揉一下。大雨盯着身后大沙恩，莫名其妙的脸红起来，脑子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，竟直接撞到了厕所的门上。紧忙说了声没事后，便去洗澡了。洗完出来后，沙恩拿着鸡蛋，贴心的帮大雨敷着伤口。鸡蛋只有在热的时候才能消肿化瘀，凉了就不管用了。试问这么体贴可爱的沙恩，谁见了又能不喜欢呢？大雨有些脸红的瞥了一眼沙恩，你觉得我的身材怎样？刚说完便觉得说的有点不对劲，紧忙又解释道，就是。 如果以女生的角度来看的话，有魅力吗？听到这话，沙恩顿时来劲了，满是八卦的盯着大宇，怎么有喜欢的人了？女生应该都会喜欢你这种阳光爽朗型的男生吧？肌肉练得恰到好处，看起来很有安全感，也很符合他们的审美。听到沙恩的夸赞，大宇有些高兴的看着沙恩，你真这么想？我又不是女生，你问我干嘛？沙恩话音刚落，另外两位舍友白浩和朱雷也回到了宿舍，再看到干净整洁的宿舍，两人紧忙夸赞道：沙恩来了就是不一样，果然还是那么勤快。 非常靠谱。没等沙恩说话，大宇却得意的说着：“那是当然，咱们这个宿舍要是没有沙恩，都不知道会成什么样子。”你可拉倒吧，大宇，我们夸的是沙恩，又不是你，你得意什么呀？就是，又不是夸你媳妇儿。听到媳妇沙恩直接僵住，好想这话直接扎进了他的心口。他放下鸡蛋，回到了自己的位置。此时，白浩又问着沙恩有没有吃饭，没吃的话回来顺便帮他带瓶可乐。沙恩有些消沉的说着：“不去吃饭了。”宿舍里顿时充满了尴尬的气氛。大宇站了出来训斥着两人：“耗子。” 朱雷，下次再开这种玩笑，以后你们俩的区域就自己打扫。两人也意识到了沙恩的不对劲，纷纷给沙恩道歉，让他别往心里去。大雨则强拉着沙恩一起去吃饭。出来的两人并没有去学校食堂，而是来到了外面，准备去下个馆子。沙恩满是怀疑的盯着大雨，无事献殷勤。大雨赶忙解释着，这个月的生活费刚到，他只是单纯的请沙恩吃顿饭。沙恩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不早说。” 我还以为你是看上了我妹，想让我帮你追她呢。我要是谈恋爱了，你不高兴吗？高兴个屁呀、啊！我都还没恋爱，你撒狗粮我能高兴吗？大雨被突然生气的沙恩搞得有些发懵，呆呆地问着沙恩：“你也想谈恋爱吗？”听到这话，沙恩的脑海里不自觉地浮现出夏佐的身影。他扭过头，小声地嘀咕着：“谁不想啊？”可是他眼里好像只有萝莉塔，对我并没有那方面的想法呀。沙恩和大雨从学校出来后，在路边找了家饺子馆吃饭。饺子上来后没多久，夏佐突然打来电话，告诉沙恩衣服已经做好了。不知怎么了，沙恩在接到夏佐的电话后，莫名。 有些开心，脸颊上不自觉地浮现出一丝羞红。他说着自己正在吃饭，完事以后就去找夏佐。挂掉电话后，沙恩说着自己待会有事，就不陪大宇一起回宿舍了。吃完饭来到夏佐家里，夏佐拿着他精心制作的衣服展示给沙恩看。看到衣服的沙恩直接被迷住了，当即夸赞着夏佐制作的衣服很帅，这衣服就算是给真正的王子穿也不为过吧。夏佐拿着衣服在沙恩身前比划着尺寸，明天你要穿这个排练，要是尺寸不合适还可以改。沙恩却对夏佐的技术非常相信，满是自信的说着肯定合身。他伸手拿过衣服。 准备换上，却被夏佐给一把按住。我帮你穿吧，你自己穿很容易弄皱。沙恩被夏佐的热情给吓得往后退了退，满是抗拒的说着不用。 我不会弄皱的，然后转身飞一般的跑进房间。夏佐也意识到了自己有点冲动，捂着通红的脸颊，不断提醒着自己要冷静，千万不能冲动。而此时房间里的沙恩也是满脸羞红，他看着自己的手，回想起刚刚夏佐那温暖的手掌，他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，一碰到夏佐的身体，他就浑身不对劲。拍了拍胸口，做了几次深呼吸，让自己淡定下来。换好衣服后，他叫着夏佐，但夏佐此时正在认真的看着手机，就连沙恩走到他的身边，他都没有发现。无奈的沙恩提高嗓音，再次喊了一声夏佐，他才抬起头看向沙恩：“你在发什？” 怎么带呢？我喊你那么多遍，你都不理我。夏佐看着换好衣服的沙恩，他再次被沙恩给惊艳到了。 真是太好看了！看到夏佐的反应，沙恩却表示有些敷衍。夏佐说了声抱歉后，便向沙恩解释起来。原来就在刚刚，福利给他发了条消息，和沙恩搭档的那个男生因为意外摔伤，没办法再给沙恩搭戏，福利便发来请求，想让夏佐代替出演。在看到福利发来的消息后，沙恩也是被惊到了，这岂不是要让夏佐去演公主？夏佐说着台词由幕后配音，他只负责做动作就行了。但沙恩却不愿意了，你又不是演艺部的人，凭什么要让你替演啊？ 说着便要抢走夏佐的手机，想要给福利发消息拒绝替演。夏佐却说着他可以出演公主，但就是不知道沙恩愿不愿意和他一起表演。夏佐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一个专门做女装的手艺人，有一天竟然也会穿上女装。而他之所以会心甘情愿的穿女装，都是因为这个正在和他抢夺手机的人。夏佐盯着面前这可爱的沙恩，难道你不愿意和我一起参加表演吗？我能有什么不愿意的？面对距离自己如此近的夏佐。 沙恩想要推开他，但却被夏佐给伸手挡了下来。沙恩几次尝试推开夏佐，但都被对方给拦了下来。而他的理由竟是演出的剧本里有这样的姿势。沙恩也没想到夏佐竟然这么快就入戏，但似乎两人的角色反了，正常应该是公主倒在王子怀里。刚给夏佐科普完，他便立马进入角色，躺入沙恩怀里，搞得沙恩都差点没反应过来。他看着躺在自己怀中的夏佐，你真的要演公主吗？为了能和沙恩在一起，夏佐也管不了那么多了。他非常确定的说着，多练习一下应该可以的。就在此时，福利再次发来消息，通知夏佐剧本有。 有些变动，增加了王子和公主的吻戏，这可让沙恩慌张起来。他赶紧拿起手机确认消息是否准确，在确认剧本确实被改之后，沙恩有些害羞的咽了口口水。实在不行，吻戏就借位。正当他想着该如何借位时，夏佐却直接开始实践。他一把搂住沙恩的腰，刚想实践借位吻戏，沙恩却害羞的捂着脸，急忙说着该回学校了，然后慌张的逃离了夏佐家里。第二天上午，沙恩准备前往话剧社，大鱼表示他也想参加表演，所以也跟着一起前往话剧社。当他们来到话剧社，刚进门，沙恩被面前的景象。 给吓了一跳，夏佐穿着公主的裙子站在两人面前，沙恩的第一感觉便是非常强烈的违和感，甚至想上前脱了夏佐身上的裙子。看着沙恩惊讶的表情，夏佐有些不好意思的问着，他穿裙子是不是看着很怪？为了维护夏佐的面子，沙恩没有说出自己内心的想法，他说着宁愿和夏佐的角色换过来，让他出演公主，因为他不想让那么多人看到夏佐女装的样子。 站在两人身后的大鱼，此刻心情无比的复杂，好像是自己心爱的东西被人抢走了似的。随后几人一起来到了演出厅进行排练，刚开始就遇到了难题：夏佐的身高太高，劫持公主的强盗却太低。为了配合强盗，夏佐只能半蹲着。但这个画面给沙恩的感觉就是，他们这样演出的话，真的是把观众给当成白痴了。而在观众席上看着的大鱼，转头问着福利：“话剧社难道一个女演员也没有吗？”福利叹了口气，无奈的说着：“当初社团招新的时候，他们社长把女生都给吓跑了。那这个演公主的人看起来好像没什么经验啊，你说？” 夏佐呀，他本来是服装部的，演艺部实在是缺人了，才让他顶上去了。听到夏佐也是顶替上去的，大宇似乎是找到了机会，当即便向福利提出想要参演。福利也抱着试试的心态，在叫停了排练后，让台上的强盗下场，由大宇上去扮演。听到要扮演强盗，大宇又有些不愿意了，因为他想演的不是强盗，而是和沙恩搭档的公主。没办法的他只能硬着头皮来到了台上。他走到夏佐面前看了一眼对方，突然出手抓住夏佐的手，另一只手掐着夏佐的脖子，恶狠狠地说道：“我要扮演公主，不同意的话我就把他杀了。”